不到2000的价格可以选择一款这个代步小车，长度是1.55米，宽度是70。这款车型后边搭载的是一个双驱动电机，而且三个车轮都是铝合金轮毂，可以乘坐2位成人一个孩子，上下班代步接送孩子使用，上街买菜，老人代步遛弯，非常方便使用。这个小车呢，不到2000的价格包邮到家，直播详细了解。